好，来看看接下来要去哪。哦，又回来了，有不一样吗？哎、欸，为什么都一直在这张地图啊？我记得他的地图应该还有不少。魔界なの。我在这里逛了好久了。前に見た魔界とは違う。啊，不一样、哦。注意していこう。不一样哎。哦，那可以玩到不同的地图。僕はハヤトだと先にミヤズを探しに行かせてもらおう。俺のせいだ。俺も探しに行くから。他们人物之间可以说是在故事的一开始没多久就进入到这种魔界的世界了，所以还蛮神奇的。哦，容易多一点。少年，生物反应。哦，要去工作室的地方哦。連れ去られた生徒の可能性がある。なお、これよりメデルの情報に従い、この魔界をダートと呼称することにする。比较适合掌机模式玩的哈，就是生命樹における銃のセフィラ。それとは神の試練である託されたセフィラ。ダートと呼ば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魔界で。簡単来说，找到那些东西的话，試練を経て会有帮助。哦，又来了。悪魔にさらわれちゃったんだ。あたしもさ、この辺りを探索しに来たとこなんだ。いいか。油断する。好，看来这边其实都是一些杂事要办。哎，地点不一样。就是以前的漫画王道漫画会有的吗？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感觉我又要再多新增一些重魔了，不然都没有太有用了。战马。行こう、少年。少年。ね。我他也进来了。哦，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听起来好好吃哦。そうね。好，逛完了，回去吧。一个来。悪魔が
欸，我要干嘛？有嘞，这可以干嘛？适合度。習得する。仲間を。啊，这里竟然有新东西耶，不知道是什么。看一下啊，我知道了，新的货物，新的一些道具，看。カウンター。哇，花我好多钱呢、啊。カウンター。大家觉得很必要。多了好多啊！我跟你用完，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晚一点我会在我的另外一个频道“黄蓝白影音记录”再上传新的影片，请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观赏，感谢哦，拜拜。